行程即将开始，祝您旅途愉快。 在我们蓝皮洲论坛呢，是行业的基本上精英都会去一起交流，交流一些车做的很好，很好。无论是内外造型、做工各方，它现在这种驾驶呢，就是说，也是各种传感器嘛。这个传感器包括摄像头，包括这个就是说毫米波雷达，也包括超声波雷达，那么还有激光雷达，啊，就是说各种传感器，然后进行一种融合。 然后来达成。那么像百度这种呢，也是就融合了这个摄像头跟那个激光雷达的。那么像特斯拉，它呢就是马斯克一直讲，他说他不用激光雷达，他就靠视觉融合，靠就靠摄像头就能把这些事情给解决了，啊，所以呢这个目前的就是这种研发公司做的这种自动驾驶，更多的全部是单车智能。 采访一下你两位，高科技。你看这个转弯的时候速度有点快，可能还是、有一点声音。对我感觉它那个好像是控制速度在三十公里每小时了，可能转弯的时候可能要再调一下，调的慢一点吧，我觉得。 主要是北京行人太多，那种鬼探头什么的，可能就还是有点顾虑吧。要是可能是小城市二三线城市吧，可能就没有这些顾虑了，我感觉。这不又来了一个吗？是你家的吗？二九八三。哦，是的。这是别人家，马上过来。 目前还是以三通知修路啊，我们就以为它没办法。光靠一个就是说车单车智能做不到，它可能需要这个就万物互联，需要这个道路啊，需要人啊，各方面就是连就 V2X。 要连在一起才有可能，就这种协同啊，车路协同才可能真正的做到这种就是纯无人驾驶。那么现在这种就是 robot taxi 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更多的意义上是一种炫技，就是来表明我们在往这个全自动驾驶或者叫无人驾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近，就是更具有这种象征意义。
我觉得中国的这方面很努力的，而且也是在这个赛道上，实际上我就讲，如果在智能汽车或在新汽车赛道上，可能中国和美国会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反而欧洲、日韩它就会落后。